有谁和我一样，打开穿越火线的第一步就是关掉背景音乐，总之现在的背景音乐没那味了。不过兴许过段时间我们就不用多此一举了。据穿越火线的内部员工透露，穿越火线的官方将在今年周年庆前重新购买回老版本的背景音乐版权，不知道是郭晓的还是谢霆锋那版呢？如果是谢霆锋的，那么十年老兵即将回归。到时候的游戏将会看到一大堆斯沃特或者奥魔手持原 PAK 乱杀个人竞技，如果再把现在卡顿的服务器再升级一下，到时候的热度可谓是想都不敢想啊。